明世开国，百废待兴。为了巩固大明江山，皇帝构想了一个严密的宫廷保护网。他专挑孤儿，授予密探最残酷的训练，在法理之内执行国法，在法理之外排除异己。这个组织被称为锦衣卫。其中武功最高者即册封为锦衣卫指挥使，官号青龙。青龙都会被授以大内最厉害武器，称大明十四式。宝盒内藏十四柄金刚宝刀，其中八柄名为天地将法智信仁勇，作为审问之用。另外六柄专用以处决，一杀为止抗命，二杀干政用权，三杀贪赃枉法，四杀通敌叛国，五杀同袍相残。最后一柄称为奉天成人，在执行任务失败时用以自裁。这般孤儿在英明之主下，他们能保家卫国，但当皇帝昏庸，却变得令人闻风丧胆。锦衣卫牵涉的多是军机大事，所以往往因外泄阴谋而遭歼灭。这正是锦衣卫之哀歌。和贾敬忠的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就绪，只是想起老太监要钱的样子就可恨。凡事都有代价，毕竟当年是他替我求情才活到今天。这答应他的都已经给他了，现在又要再加。我喜欢贪钱的人，钱只不过是数目，总能算清的。我最恨的是算不清的账。奴才贾敬忠祝贺皇上千秋万岁。托托参见义父。托托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召你回来吗？女儿一定会替义父完成多年的心愿。